都知道这个不好，但是就是戒不掉，是不是很多大哥都是这样的？你们可以不戒，但是呢，答应我，完事之后哈，你就配两粒这个麦可乐的清润片，这个哈比你买再贵的过滤嘴和电子烟都实在。这个哈在新西兰可是家喻户晓，被誉为呼吸道的守护神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它哈，人家这里边的主要成分可是新西兰国宝级的麦卢卡黑蜂蜜，有天然抗生素的美誉呢。最重要的一点哈，它这个里边添加了液体黄金、澳洲桉树油，就是平时你们抽进去那些，它全在这一块了。这个哈就是牢牢吸附带走，而且哈它还不含蔗糖，吃在嘴里边哈就是那一种很自然的麦卢卡蜜香，就是冰凉通透，从上到下哈这样都特别舒服，特别润，就好像是吃了一勺蜜似的。你像大哥们平时压力大，熬夜也会抽，咱也理解。像这种东西哈，你就备上两瓶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哈，环境不是特别好的，还有咱们费嗓子的，这个真的一定要试试。